在这段时间在金门厦门水域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这个我们朱主席在上个星期特别向遇难的船员的家属啊表达了慰问的意思，他也特别希望我这次来能够有机会了，也许透过国台办向家属也表达我们抚慰的意思。我们会敦促，会这个监督民进党一定要能够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尽快地发掘事实，做出妥善的处理。